but you've decided I can come down.講地點頭先轉咗一圈，嘥咗嘢。唔係呢個，可能你吸埋我嚟。吸埋我喺度，因為佢嚟呢度嘅。咁講，因為佢表情就係成一種。以前翻到以為 A 嗰度出的另一個地方嘅，可以用嘅選舉，但係佢輸咗，佢落選。阿姐。陳家俾我吹嘅，休息啦，休息啦，臭女，臭女。
咁知咩？多謝曬，唔知啲風味。去年3000票，
慢走。
好忙啦，好好簡單嘅，心機喎呢個，啱啱買咧，啲尋日先開開口，你工嗰日就跌爛咗，呢日唔跌唔得喎，呢個新喎呢嚿嘢，改進咗，暗製舒服，不過都係想整拉把嘅喎 ，SLT， 拉把整 SLT， 哇啲唔得嘅。做嘢唔得噶，玩得得，拍片得嘅，大又成又貴。哇，誇張！Thank you.
快樂使咯。多謝曬，多謝支持。浸成，因為其實利大嗰度仲有好多學生喺度未俾人救出嚟，咁我哋希望會有啲嘢 come up with a city。可以係全香港最多紀律部隊兼警察宿舍嘅中產屋苑，沒有之一。喺呢一個區，林浩波同埋余俊熙兩個都可以當選，其實有一個好重要嘅象徵意義，就係説明咗即使咁多警察警署嘅選區。都是選擇向警部說不，同埋其實海怡西亦都係葉劉淑儀嘅老巢啦。當年葉太喺史丹福大學讀完書翻嚟之後，佢連新聞黨都未成立，佢匯賢致富嘅第一個辦事處就係開設喺海怡西商場。咁今日海怡西嘅議席終於能夠贏翻。上手就好可惜啊，馮偉光啦就變咗字啦。咁但係我都係非常之感激。亦都係相信林浩波在未來四年會憑住嘅專業咧，係令到呢一個社區係變得更加好嘅。咁但係我覺得而家目前形勢會有兩點咧，民主派嘅區議會當選人咧係當務之急咧，要係去應對嘅。第一就係關於理大嘅事件，我知道民主派有唔同嘅候選人當選人其實都已經喺度討論緊有啲乜嘢嘅跟進嘅工作。咁無論係最基本發聲明。以至到真係前往理大，咁其實大家都係討論當中啦。咁但係我諗都面對一個即係爭分奪秒，但同時因為即係都非常好彩咁樣當選嘅人都比較多得滯啦。咁所以要300多位嘅當選人一齊去討論咧，咁係有啲挑戰嘅。咁但係我哋都即係唔同嘅光譜、唔同嘅板塊，我理解都係討論緊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咧，其實目前我哋有5000人被捕啦，超過500人被起訴啦。我估計近而家都有50-60位手足咧身處荔枝角嘅收押所，而而家其實有350位嘅民主派區議員，即係意味住有至少350位區議員可以用公務探訪嘅方式咧，係去探訪所有身處香港監獄嘅政治犯。咁即係作為曾經坐過監，亦都曾經係經常去探監嘅做在囚支援嘅過來人。咁我諗未來咧，我都係希望係去同即係區議會嘅當選人去講解一下喺在囚支援上面區議員點樣能夠做得更加好嘅。其實今次勝出，你覺唔覺得係意料之內定係意料之外，定係反映到其實海怡係想要一個乜嘢嘅區議員咧？其實不嬲即係同你講開就係呢個區其實好 challenging 啦。咁今次人到呢個區議會選舉，其實係每一位海怡居民嘅意願嚟嘅。咁我哋希望喺未來嗰4年裏面啦，就履行到佢哋對海怡嘅願景啦。咁希望可以執行咁樣。今次民主派即係大勝啦，可以話。其實你自己覺得點樣評價？反映到啲乜嘢？我覺得我哋必須係要不亢不羈，係去謹慎回顧翻2003年民主派大勝之後，喺2007年點樣面對兵敗如山倒嘅局面。
當年都會有民主派的同路人破天荒地贏了某一些選區，但是因為經營手法有頗大改進空間，導致到下屆就輸到開行，然後去到今屆才攞得翻。咁所以我諗對於南區區議會嚟講，17席贏15席，以至到其實有很多區份都有類似的情況啦。其實在一個即係完全執政的狀況之下，我哋必須要令社區做得更好，但我對民主派有信心嘅。咁但係我都係會即係作為本來有得選擇，即係本來想選就冇得選嘅，即係因為地區工作者啦。咁我都知道地區工作係絕對唔容易嘅。咁點樣能夠喺大事上面街頭嘅抗爭做得好，但同時喺一個社區嘅營造上面能夠實踐到民主嘅價值，這個是必須要克服的。因為當區議會是由民主派佔極大多數的時候，做得好不好，即是論功行賞，即是到是有任何的批評，其實都是要民主派是去一力承擔。所以但我會覺得今次的區議會選舉令我很感動的是展現到和勇不分，香港人無國籍。你覺得算不算是反送中運動以來即係一個里程碑？其實呢個當然我絕對不會話即係今次是一個反送中運動的勝利啦，因為即係你勝利的意思是五大訴求裏面逐項達到，咁我哋而家五項贏一項，咁我希望今次區議會選舉的民意壓力係令到政府意識到獨立調查委員會改革警隊是刻不容緩咯。咁同埋我相信其實面對住呢一個嘅即係反送中運動六月至今咧，其實今次區議會選舉的大勝，絕對是一個很標誌性的里程碑。咁都真的很感謝香港人，尤其是係依然在理工大學或者而家係喺海外流亡的香港人，其實他們的付出是讓到今次的選票能夠極大化咯。咁之後運動走向你自己有咩睇法？即係除咗話理大事件，我相信今次建制派面對輸到開行的狀況，其實他們必須是要重新去檢討他們看待警察暴力和民間五大訴求的回應咯，還有政府在昨天應該唯一一個週末沒有出動防暴警察驅散任何即有公有即市民集結的地方啦，這樣所以我們希望都能夠令區做得更加好。好波嚟緊有咩計劃或者着手會做啲咩工作其實大體上面我哋會開始因為南港都線啦，成日都 suspended 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到啲嘢出嚟，令到希望令到南港都線唔會有依個問題出現咯，係啊。OK， 唔該曬。好，唔該曬。唔該曬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謝曬 ，thank you。我哋仲有 AFP。哦，好啊。問下好。First you and then the okay. elected. Okay. Is that okay? If I start with